高雄旗山区，是至今保持日据时代和殖民时期的古建筑最完善的古城之一。那个旗山镇农会在民国1919年就新建了，那是属于日本时代，在民国1987年高雄县就列为我们旗山镇农会列为省级古迹，因为我们旗山镇农会是巴洛克式建筑的，在民国1997年的元月开始整修，整修到在1999年的7月完工的，所以说我们旗山镇农会列为省级古迹。旗山的居民安居乐业，在缓慢而平静的步调中度过每一天。在这条老街上，至今仍有许多仿巴洛克式的老建筑，受到欧洲的建筑风格影响，百年来屹立不摇。山，它的这个甘蔗啊，糖业非常的发达，那么所以经济繁荣啊，那么配合树街改正，那么由旗山的望族吴万顺先生率先建造，那么建造这老街呢，是它分南北两段，北段共有19间，南段呢是只有10间，那么这就是我们旗山老街的由来。1895年的时候以后，这个日本人来统治台湾50年，那么这个黄巴洛克的楼房呢，是由日本留学欧洲的建筑师发展，然后引进台湾，就是台湾的在台湾所建的黄巴洛克楼房，是因为呢那个这种黄巴洛克的楼房呢，它的外貌就是重视那个图案雕刻以及这个装饰，那么因此呢，它整个楼房都有这个山头，那么山头呢它有复杂的图案，那么这个可以显示当时的工匠师傅的他的巧思以及他的手艺。精致的雕工和华丽的锻造深受巴洛克建筑影响。火车已经停驶的旗山火车站也是自日据时期至今保存良好。这要摕迄个做糖的原料是用甘蔗，所以甘蔗呢，爱伫迄个乡下，伫迄个较庄卡野外呀，迄个庄卡呀，再甘蔗等于迄个。去了火车内面，工厂内面，哎，要运遐甘蔗呢？因过啊，介少有车。伊个成立咧，糖厂成立，这个成立是头1910年，迄介少有迄个汽车，所以拢当作用铺迄个铁路，直接铺迄个生产的迄个所在。哎，做甘蔗了后的糖，要送去对呢？要送去高雄。下一个港口要卖出去外国，所以伊就家己旗山到做这个铁路，才一直做铁路铺铁路到九国洞九曲塘，哎，这沿路拢总有落个乡镇呢，也拢有设迄个火车站，啊，旗山叫那算做火车站，啊，伊甲做好的糖呢，下一路用火车运去到九国洞，卡过由九国洞转迄个。大山啦，因个代即卖代替的大火车专利送去到高雄的港口，爱才会当卖出去伫外国。
这条老街至今仍有许多老建筑，在这些古建筑之间飘散着一股古老的味道，以及一阵阵咖啡的香味。应该大家都知道，旗山最有名的东西就是香蕉，所以它之前就是人家俗称的香蕉王国。所以这一系列的东西，我们会研发有关于香蕉系列的东西，就是因为是香蕉是旗山的唯一仅有最重要的一个产物，所以我们要把它研发说成为伴手礼的话，这个是香蕉派，它里面是一颗整条的香蕉，外面是以巧克力做成的蛋糕制成的。再来这个是香蕉蛋糕，是以香蕉泥下去做，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像蜂蜜蛋糕型的那个口味，所以这些东西完全是以香蕉来制成的东西。说到旗山的特产香蕉，我们要来拜访一位由农会推荐的香蕉达人，就是这位先生。那反正这句的管理，这句的，伊知影可能挂金蕉，看那做采收，对，伊本身只做植物厂啊，啊那盘商吼，看当时要来装，啊或是部分调动伊安尼。做金蕉安尼采收等于安怎？伊爱伊个好熟，爱个采后催熟，吼、哦，用迄个啥冷藏啊，冷藏催熟无？幼苗期、中株期、甲成长期，这个算已经成长期啊。啊，即丛金蕉。一丛金蕉吐一根金蕉尔，一串啦，吼、哦，安尼算一根一根啦。台语咧讲讲一根啊，即、這个死牙，阮会老头的玉米糕，大概100公分的时阵，搁乌伫边啊做定子，即丛啊，吼、哦，啊你若确实讲，有人咧讲，啊若直接描述根开，留即丛叶啊发落大丛开，安尼刚好，我那会使。不得可以较葡萄，啊，若风来较容易会倒会倒伏。那赶着风路，就损失较济啊。啊，你即卖呢？锁啊有无？迄、那个你要你要防风支柱拆了，你的锁爱绑到底啊。有人吼、哦、想讲我绑无够，绑到遮，啊伊有只凹洞，凹洞即丛根就无效啊。啊，你若绑无够鱼尾菜，所以鱼尾菜就变乌啊，长黄叶变乌。无效啊！啊，无效要安怎？会甲做铲除啊？他说只要挂套杆，好、哦，伊已经黄叶病了嘛。这下了嘛，吼、哦，这长算着病，袂使，啊袂使，阮就挂套杆啦，吼、哦，袂拔，拔袂开，吼、哦，拔袂开啊。啊，拔袂开，无商品价值啊！吼、哦，伊到尾啊无，因为蛤是行光的作用咧养果的嘛。啊，你若无叶啊，叶啊人要打的，这根香蕉原来那拔袂开啦。吼、哦，等于零啊。啊，准拔开，得食。迄、那个口感甲风味拢走，嘛无效啊，所以会怎啊直接甲挂套角，吼、哦，安尼，认真讲系无建议讲用报纸包啦，报纸是即、這个纸是咧防晒，日头晒。阿爹啊，是咧防虫。赤脚就来农会接我们，平日就充满了农民的生活风格，但是这可不是他的本业哦。我本岛。原本我是学农机啊，我着高中毕业有学，啊着学修理农机的。转来种金蕉哦，
我是安尼接触到的人客，我咧甲问讲，啊，恁讲做事哪做哪事，啊是伫对，啊，你甲问伊，伊知影讲做事哪做哪事啦，啊，原因伫对，伊煞讲袂出来，啊，归去我家己来做。过来，搁另外一种讲哦，我想说讲要安怎去到会当机械化袂，吼、哦，代替人工啊。想说试我的，都有生产，搁兼试我的农机，啊，搁想说去了解讲这个电影产业为何它会讲袂赚钱。香蕉达人的名声传遍了岐山，平日惬意的生活方式让他边种香蕉边研发农机，偶尔还会帮人家当导游。今天下午他就要接待一团30人的日本观光客，带他们来香蕉园做知性之旅，推广当地香蕉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脏的东西把它浮上来，那脏的东西不要，就变成黑糖块。岐山糖厂的小火车呢，就是这一种的哈，是蒸汽小火车。那现在已经没有在运送了。我们岐山糖厂是在1908年开始建造，在1911年的时候呢，正式的开始营运。